校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很壮观。比我们的韩国学校更大。我们学校的环境非常美。公园占地是1000多亩啊，环境是非常的优美的。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呢，是一所全日制公办高校，目前是江苏省师范高职院校。我们学校52年的发展历史上有很多的闪光点。从东门进来，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图书馆，它非常的壮观。等我去到食堂之后，就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菜式，30行还有一些小火锅，我们经常会3、5成群绝对去吃火锅。我们的宿舍非常温馨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独立阳台，冬天还会有暖气，还会有免费的无线网。我们学校的体育馆是苏北高校中设施最齐全的，包括乒乓球室、羽毛球室、保龄球馆，还有健身房。在学校只要花2块钱就能享受到外面好几百的运动体验。两汉文化看徐州，所以我来到了徐州。徐州的高铁可以到达几乎我想去的所有城市，徐州也是苏北地区唯一一个有地铁的城市，而且徐州是江浙沪唯一有暖气且包邮的城市。我参加学校的这个跆拳道社团，虽然我的体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所有见到我都说我比以前更加精神。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去参加这个社团。来到这里我发现真的很好。学校是按照本科学院的教学大纲来给我们进行授课，相比其他本科学生而言，我们拥有的不仅是与他们相同的专业知识，还掌握了更强的动手能力。在大学3年里，我取得了6项国家发明专利，这都得益于老师每周会组织我们进行创新创意思维训练，讲授专业创新技能技巧。在5月份，我和我的队友取得省赛的一等奖，在7月份，我们取得国赛的一等奖。在比赛场上，我们和985、211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同台竞技，虽然我们学历没他们高，但是我们的作品构思更加新颖，制作更加精细，功能更加强大，所以我们赢了。学校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像我们的大学科技园，它既是省级示范性的电子商务实训基地，又是江苏省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。我们专业的就业很好，我现在就已经收到了好几家公司的入职通知。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力度很大，大概有2/3的学生都可以拿到奖学金。上学期呢，我很有幸被学校选中，与其他22名同学一起到台湾参加了为期半年的交换生项目。学校呢，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10000块钱的留学奖学金。明年2月份呢，我将和其他8位同学一起去韩国进行为期1年的交换学习。我将继续留在那边读本科，3年之后我就可以拿到韩国大学的本科学历和学位证书。我们学校设有专业本的平台，和我们学校合作的高校有南大、南理工、杨大等。大3开学，我便投入到了杨大的本科课程学习当中。2年之后，我便可以取得杨大的毕业证以及学位证。在这2、3年中，我的收获很多，在学校担任了学生干部、乒乓球协会会长、体育部部长，并且拿了奖学金。我不仅交了很多朋友、老师，更多的是这个学校教会了我步入社会后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。学校里面对于我帮助真的很大的。了解到这个学校之后，我就不曾后悔来过。进这个学校后，来我们社团，我在这个社团等着你们。
我是河南洛阳人。你是宜昌人。我来自北京，我是江苏舒阳的。你是铁九人。我是河州人。我来自无锡。求真求实。求精求新。求真求实。求坚求信。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欢迎您。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欢迎您。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欢迎您。